这花纹，经理，给你带了一盒好茶来哟。不登三宝殿，什么事啊？这不41期马上就验收了嘛，到时候你帮帮忙喽。哎，你千万不要说哪个帮哪个，端正着来的，能通过的尽量给你通过，通不过的那肯定质量有问题，该整改啊。不是啊，经理，你这边呢一直通不过，我那尾款呢？你在那看什么啊，经理？啊，这是王总给我送一个茶杯过来，说哦，宋朝的，啊，我也看不出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呀。要不给我看看？你懂这个啊？我懂啊。啊，你看看。啊，这橙色，这花纹，什么意思嘛？啊，对不起嘛，经理，我手滑，我赔给你嘛。算了，这工艺品。经理，你怕是不懂吧？这个看这成色哈，一看就得值20个 W 哦。哇，那么贵啊！你不知道它的价值吧？哎呀，这个太可惜了，衰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经理，我这里啊有30个，赔给你嘛。那就算了吧，啊。经理，你看那41期的验收。那什么时候验收啊？明天早上9点。啊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哎呀，经理，帅气。哎，啊，子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哦，我路过上来看看你。所以说，小丹啊，啊，做事情低调，怎么样啊，都能稳得住。对，稳得住。那经理，我先过去了哈。对吧？死这么大屁。